老天爷有眼，又重新让你回到我身边，给我机会弥补我这一生中最大的遗憾。所以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这辈子我相好与知足了。可是我该怎么才能找回我的记忆？只要你肯相信我，从明天起我就一心一意地去陪你回忆过去的事情，看能不能刺激你恢复部分的记忆。可是如果我弄明白了你真的是我丈夫的话，我会恨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差点让我亲手杀了你。这就是兵法上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吗？江皓宇，你真是一个魔鬼，一个疯子。我早说过了，赌到最后我们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你看看这个地方能不能让你想起一些事情来。三年前我们新婚没多久，按理说我应该陪你回门，但是我却带着我们刚刚炼制好的国色天香去了上海参加万国相会，所以就让浩泽带我送你回去。当你在这里休息的时候，刚好龚少华就带人追上来了。你说的龚少华是不是清溪镇龚家的少爷？不错，你想起来了。不是，我只是好奇他为什么要追我到这里来，还有他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前几天你为什么要带着洋枪队伍去问他我的下落？在你们很小的时候，你们的爹就为你们定了亲，你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感情非常深厚。那为什么后来我嫁给你了？那就是我们的缘分了。当年龚少华被他爹送去外地学习最新的炼香技术，而你就在这里邂逅了我。讲讲道理好不好？这大路上是放风筝的地方吗？还有，你打破了我辛辛苦苦练出来的香水，我都没找你算账呢。我呀，你流血受伤了。啊，这，你抢我的丝帕干嘛？你害我受了伤，我用你一条丝帕又怎么样啊？更何况你打碎了我的香水呢。不就一瓶香水吗？值得了多少钱呢？小气鬼。这不是普通的香水，这是我学香这么多年来练得最好的一瓶啊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香有多好。你一个姑娘家懂什么香啊？你知道我们家小姐是谁吗？平时谁要想让我们小姐去品香，还得三番五次下帖子去请呢。的确是好香，前调夺人心魄，中调神秘悠长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你这香比起咱们百花岭所有的香虽然有些迥异，不过还欠一个薄弱环节尚未解决，好比画龙还没有点睛。
所以你这香啊，只能算是难得的好香，算不上是极品。那是哪个环节呀？你终于相信我会炼香了。姑娘，请原谅我刚才失礼之处，还望不吝赐教。我为什么帮一个撞了我拒不道歉还拿我的丝帕裹伤口的人呢？那我把这个丝帕还给你吧。我不要。你的伤口过深，不包扎会流血的。算了，这丝帕送给你吧，就当是我赔你的香水。哎，姑娘，还没请教你的芳名呢。亏你是炼香人家，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家小姐是谁啊。从那天起，我一心想再见到你。我天天拿着自己调制的香水，在这里等你。我等了一天又一天，才终于等着你，又来放风筝。苏姑娘，我终于等着你了。小姐，他总算知道你是谁了。怎么，香大少爷还想让我赔你的香水吗？你怎么会知道我是谁啊？这有何难？但凡世上有名的香，我家小姐都品过，只要经过她闻的香啊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你们香家炼的香特征那么明显，我家小姐又怎么会品不出来呢？可是，这香水的配方我已经改进过，连一些香料的产地我都已经换过了。虽然你换过配料，可是万变不离其精髓。我知道香家的香水气味别具一格，即使你换了配方，仍然是有迹可循的。苏姑娘品香的功夫还有超群的记忆力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那天听了你的话，我回去把炼香的过程反复的推敲，我想姑娘所说的那个薄弱的环节应该是留香之法。不错，香味美妙却不能持久，岂不正如画龙而未能点睛？怎么样才能让香味更稳定更持久呢？炼香难，最难莫过于如何让各种香精融合稳定，互相激发而又互相抑制。其实你上次调制的香已经是我这些年品过的香中最有特点的。我虽然懂得调香和炼香，可是我调制的香却远比不上香大少爷你，可见你也必有自己的独到之处，不必妄自菲薄。既然如此，浩宇有个不情之请，想请姑娘指点我制香，和我二人之力定能制出绝世妙香。我凭什么要帮你？你就这么肯定自己就是我最好的合作伙伴？刚才姑娘说的，我也有我独到之处，不应妄自菲薄。这么多年来，这条丝帕我一直都贴身收藏着。我们是不是就这样以香水为媒，最终结为了夫妇？你曾经告诉我，其实你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些异样。就在我每天在这里等你的时候，你也是日夜的思念着我，只是你不敢相信一见钟情，因为你一直以为自己是龚少华的未婚妻，所以爱的就应该是他。可是觉得应该爱一个人，和发自本能的爱着一个人，这期间的差别是多么可怕。雨宁，你记得了，你说过这句话的。不，我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。对不起，我不能骗你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只是你怎么会知道这句话的？因为那个人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，
他说这话的时候很伤心，我当时还不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他是我觉得应该去爱的人，而你才是我发自本能的去爱的人，他是我觉得应该信任的人，而你才是我发自本能的去信任的人。